接着 NMIX 来到 Show Champion 打歌，终于如愿拿下了出道以来的第一个一位奖杯。在 Anchor 舞台上，女孩们终于有机会一展歌喉。那超夸张的现场实力，根本就是吃了 CD 才上舞台，甚至连合音都没能够逃过一劫呢。最终收敛还是忍不住感动的泪水，就连一旁的贝也被他所感染了呢。没想到两人哭出来后，海源和 Q 进却开心的在旁边嬉闹，期待 NMIX 能够再拿下更多更多的一位啦。진짜감사합니다。